这个超市是我在世界上逛过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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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超市，没有之一，没有。乌塔 TV， 大家好，欢迎来收看乌塔 TV。乌塔觉得在法国逛过那么多超市，最高级、最土豪，然后品种最全、最多进口货就是这一家。OK， 那我们现在进去 shopping go。就在超市里面，然后乌塔先拿个篮子，篮子都放在这里。我们现在就去 shopping。 乌塔来到这个超市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超市的东西实在是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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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所以呢乌塔就打算分两集呈现给大家。第一集呢就是巴黎的这个超市里面所有的小零食跟甜品的甜食的区域，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新鲜海产水产还有一些牛肉啊之类的区域，然后会分两集给大家播出来。 OK， 那么今天呢我们先去看看法国人生活之后平时要吃的蔬菜水果，还有那些什么冻品啊牛肉之类的东西。樱桃还有一些梨，真的好多，这超市真的好大，我真的迷路了。大家看一下环境，哇，超棒棒的，有没有？超棒棒的，日本的食品的一个区域，然后超漂亮的。这是什么？这个是，这是小马铃薯哎。不同不同的马铃薯，葱的洋葱、白洋葱、荷兰豆。为什么来到这里就好想买草莓、桃片？太棒了，这个大的草莓，食用的花朵。然后这边都是一些甜食，还有一些冻品，还有一些奶酪，还有一些饺子，哇、哦，好多！是黑色的饺子，还不错哎。罐头食品，因为法国人吃很多罐头，我看了一下，咕咕的罐头。这是一些汤 ，soup， 这些都是汤。番茄酱。说呢，逛超市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干净，然后够卫生。然后我觉得这家超市的感觉就是非常干净够卫生，很棒。大家看一下后面呢，就是大家平时喝的那种一饮水，还有那种罐装水的玻璃瓶装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